修华严奥指，望尽凡连观。 讲记，诸位同修，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大家翻开《修华严奥旨望尽凡眼怪。第二页啊，第二页，啊，我们从这个。 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啊，第二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。今、啊、列明此关总分六门，先列明后广变啊，今天我们从啊这个一段看起。 我们先把这六大纲介绍一下，然后再一条一条细说。一显一体为自性清净元明体；二起二用，一则海印森罗常住用，二则法界圆明自在用；三。 四三变，一则一层普州法界变，二则一层出生无尽变，三则一层含容空有变。四行四德，一则随缘妙用无方德，二则威于住持有则德，三则柔和直直色身德。 四则普代众生受苦得，五路无止；一则造法清虚离缘子，二则观人极薄绝欲子，三则兴起凡心华而止，四则定光显现无念子，五则理事玄通非相子。 六起六观：一则色净归心真空观，二则重新现境妙有观，三则心境秘密圆融观，四则自身影现众缘观，五则多深入一镜相观，六则主办复现地网观。 啊，这个，啊、这个六大纲啊，前面三段呐、啊、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诸法实相，世上是最高的科学，理上是最高的哲学。后面三段讲修行的秘诀，把德放在前面，世出世间人。 注重于道德的教育，四德是讲诸佛如来法身大士应化在十法界所做种种表演，实现最高的原则。这是性德本具啊，性德本来具足，华而如是然。 这篇论文帮了我们大忙，理论、方法、纲领掌握住，落实在实际生活上，那就是四德，这非常重要。离开四德，你是凡夫；具足四德，那你真正在修学《华严经》，你是华严行者，无止。 是讲放下，六观是讲看破。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真正了解，无论什么现象现前，你不会起心动念，自信本定。下面选手国师将每个科目详细给我们解释。一选一体则。 为自性清净圆明体，然此即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。首先显示本体，以作万有的本体。佛家常讲啊，自性。显首国师。 啊，称它为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实际上啊，就是佛经上的佛学名词，佛性、法性、真如本性啊、如来藏啊等等，有很多这个名词。那么这些名词不一样啊，说的都是一桩事情。 就是讲我们自信了、啊，自信是能生能现，是是能变。啊，一切万法都是自信生出来的，千变万化，那个是事，能生的是性，万法是所生、所现、所变。 自信啊，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但是它存在。它不是空无，它能生万法。自信，我们的六根攀岩不到它啊！我们眼睛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自信；耳朵你也听不到自信；鼻嗅不到。 自信，身体也不能接触到它，啊，就是我连我们这个意志心呐、啊，连想也想不出来，无法想象，啊，这个大圣经我们常常读到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不可议啊，啊，就是我们六根呐、啊，连不到的，啊，自信清净圆明体，自信是。 清净、圆满、光明的清净啊，自信永远没有染污，它没有染污啊，因为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啊。我们现在说污染啊，什么受到污染？我們看到整个地球物质环境啊，受到严重的污染。 是污浊啊！我们精神思想啊，受到邪知邪见的污染啊！但是自信呢，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所以它永远没有污染了。圆是圆满，自信里面呢，有圆满的智慧、德能、才艺、相好。 没有一样欠缺，一切众生各个具足啊，大家都有，都一样，都平等的。名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个般若智慧啊，那也不是外面来的，也都是自信里面的、啊、本来就有的。 宇宙万法，芸芸众生，包括我们自己，都是从自信变现出来的，都从自信变现出来的、啊。我们看到整个宇宙万象，有我我自己啊，有别人啊，在一切众生，生有万象，千差万别啊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。 那这一切从哪里来的？从自信生出来的。那么我们又问啦、啊，那自信从哪里来啊？啊，自信没有来处。这个大圣经给我们讲的很详细了。啊，自信啊，它不来不去，啊，也没有古今。 自信啊，没有生灭，因为它是本来就有的，它本来就存在的。自信也没有任何形象，但是它能够现种种的形象，啊，你所有的形象都是从那个现出来的，启用就现象。 啊，它起作用，就现出这些现象。这个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，他开悟的时候啊，讲了五句话，啊，就是说自信。啊，六祖说，自信是本自清净，它本来就清净。 因为它不是精神，不是物质，所以它本质清净，它本来就没有污染啊，本不生灭啊，因为它本来就存在，没有生，没有生就没有灭嘛，它本来就没有生灭啊，都一直存在的、啊，本自具足啊，那自信啊，没有一样欠缺的。 啊，德能才艺相好，那种种的自信都记住，本无动摇。啊，这个是自信本定，它本来就没有动啊。人生万法，这些万法都是从自信生出来的。 那么六足啊，这个二十个字啊，把自信描绘的淋漓尽致。本质清净，它本来就是清净的，它根本就是清净的。自信是清净的，它从来没有受到污染了、啊。啊，因为它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质。我们现在说。 受到污染，什么受到污染？精神受到污染，物质受到污染，环境受到污染。那自信呢？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所以它从来没有污染过啊。本不生灭啊，本啊,啊，我们注意这个“本”啊，本是本来呀、啊，那它本来就这样啊。 自信没有生灭啊，没有始终啊，啊，生是一个开始，啊，终是一个结束，那自信没有啊，因为它本来就存在嘛，啊，没有生，它哪来的灭呢？啊，这个灭是从生讲的嘛，啊，就像我们人跟一切动物一样。 那你人没有生，那怎么会有死呢？这个死是从那个生来的嘛？有生才有死嘛？有生才有灭嘛？啊，他本来就没有生，他怎么会有灭呢？啊，所以密宗讲啊，“阿字本不生、啊”呐，“阿”这个字的意思，这个他本来就不生啊，也就是说没有生灭。 那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呢，是讲这个身体的生命啊，这这这个身体啊，这身体是个物质啊啊，还有这个包括精神呐啊,啊，那这个有生命啊啊，但是能够生这个身体，能出现精神的啊，它的本体它没有生命，也没有始终了。 本自具足啊，自信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德行能力啊，所以我们也常常有一句话讲啊，哎呀，我无德无能啊。那无德无能是怎么说呢？啊，就我们现在迷惑颠倒啊，啊，自己不知道自己。 本本有的德能啊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。那怎么无德无能呢？啊，是我们迷失了啊，不知道自信的德能、德行、能力、向好福报，本来都具足啊。 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，一样都不欠缺呀、啊！啊，所以叫本自具足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具足就是说什么呢？它本来就有啊。那那本来有，现在怎么没有了呢？我们迷了吧！啊，迷了呢！啊，不知道自己本有的德能。 才艺向好，不知道啊，啊，不知道去启发自己的本来的德能向好啊，所以佛法的教学是什么？教我们回归自信啊，认识自己啊。 啊，回归自信就叫成佛啊！人人都能成佛啊,啊！这个也没有什么不敢当的嘛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啊，有什么不敢当呢？啊，如果本来没有啊，那你说不敢当的这个说得通，那本来就有，怎么不敢当呢？那你你本来就是嘛，就是佛嘛。这关键讲啊，是心是佛嘛，你的心就是佛啊！啊，你现在要做佛。 那、啊、当然能成佛嘛！啊，下面讲这个本无动摇啊，啊，因为自信本定，他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我们现在看到什么都在动，都在摇啊，啊，那个是妄事啊，那个视啊，是虚妄。 啊，性是真实的，啊，真实的它本来就不动，没有动摇，所以动摇是妄事，人生万法，啊，一起心动念，宇宙万法就出现，生命就出现，啊，自信才是真正的自己。 啊，这是禅宗讲的、啊，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了，那才是真正自己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都错误了啊，把这个身当作自己，这个身不是不是我了，是我所了啊，像衣服一样啊。 衣服是穿在我们身上啊，那衣服不是我啊，啊，是我所我所有的我所穿的。那衣服旧了破了，换一件新的，那个是我所。那我们这个身体就跟那个衣服一样，那不是我，那是我所。那真正的我啊，就是在。 六根根性，啊，那个自信，那才是真我，啊，你能够找到这个东西，就成佛了，啊，禅宗讲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，就叫佛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讲简单一点，什么叫成佛呢？啊，你真正认识自己了，啊，真正认识自己本来面目了。 明白了，不会把那个妄心当做自己的真心，真正认识真心了，明白了，见到本性了，那就成佛了嘛。啊，成佛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不能把成佛想象成好像一个神一样啊，啊，那个就是变成宗教了。 啊，完全错了！啊，只要呢，我们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自信清净圆明体就现前，你就正德。自信清净圆明体，就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，这个如来藏。 阿兰也又称藏式，这个维识宗啊，啊，这法相宗啊，列出八个事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兰也。那么阿兰也是印度话，换成中文的意思是寒禅阿兰也是啊，是真望和合。 啊，真跟妄啊合在一起啊，因为我们自信啊，起了一念无名了、啊，起心动念了，这一念就是无名。就现出阿兰也了啊，所以它是真跟妄啊合在一起啊，性跟事合在一起，那觉悟的时候呢？ 叫他做如来藏，他是真的；迷的时候叫他阿兰也，啊，他是忘的。啊，这里一个觉，一个迷了，其实是一桩事情。一桩事情，迷雾不同的名词。如来藏中常有法性，法性是万法的本体。 他能生万法。如来藏这个藏的意思，就是慧能大师说的：“何其自性本自具足。”啊，具足是藏的意思。啊，一样都不欠缺，应有尽有。啊，所以称他为藏了、啊。啊，就好像我们一般讲宝藏。保障 啊，那个宝藏啊，哦，那什么都有啊，啊，虽然应有尽有，但是它没有形象啊，啊，它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质，但是呢，它能够献出精神跟物质，啊，精神物质都是从它这里献出来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 生万法就显出来了，就显现出来了。不生万法的时候就藏起来，啊，这个藏是隐藏的意思，啊，隐藏了、啊、不是没有的意思，它不现，藏起来。像我们看电视，那电视机没打开，啊，但是电视机里面它有一百多个频道啊。 啊，一百多个频道啊，所有频道的画面啊，这个电视机里面它通通记住啊，它都有啊，没有一个欠缺啊。我们只要一按钮，按哪一个频道，那这个频道都就显出来，能生万法啊。那你不断的去按一百多个频道，一个一个都显示出来给你看 那我们不能说不按频道的时候啊，它没有，它没有这些节目内容啊，只是你没有开电视机啊，去转那个频道啊，但是它有没有？它有啊，啊，但是你不按的时候，它藏起来它没有现出来啊，所以我们没有按那个电视的频道。 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称它做如来藏了。藏就是隐藏起来了啊，隐藏不是说没有啊。那么你给他按了之后呢，他就能生万法，他就现出来给你看的。从本以来性自满足啊，啊，本来啊自信他就满足。 满是圆满，足是没有欠缺，样样具足。我们看到宇宙森罗万象，变幻无穷，有善的、恶的、清净的、染污的。就像我们看万花筒，里面呢，三块玻璃排成三角形，啊，有二十片不同颜色的纸片，你你转一下呢，它在里面呢。 它就千变万化了，啊，你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转上一个星期呀、啊，你找不到两个相同的图案，啊，那这个就是来形容我们的自信啊，变现出万法，就像这个万花筒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一直在变，啊，它怎么会变呢？你动它就变，不动它就不变了、啊。 啊，像那万花筒啊，你你你不给它转动啊，它就是停在那里嘛，啊，就都没有变啦、啊，啊，你一转动，哎、欸，它就变了，啊，所以动就变，不动就没有了，这个动就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小浪，啊，这个我们现在凡夫啊，察觉不到，啊，我们那个无名啊。 起心动念啊，那个小浪啊，那个甚深定功啊啊才能发现了啊。那无名这个小浪，它转变成中浪啊，这什么去转变的？分别，无名它是起心动念。 那起心动念啊，这个小浪还不大，波度还不大，但是如果你加上分别的小浪，就变成中浪了。啊，那么分别发展到最后呢，最严重的执着啊，它执着就大浪了。那我们现在凡夫啊，就是妄想。 分别执着，啊，那分别执着是从妄想产生的、发展出来的，那根本就是在妄想无名。那我们现在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通通有，那现在叫做大风大浪了，所以它变化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呐，啊，那真的千变万化，瞬息万变呐、啊。 那么无论它怎么变，都出不了这个万花筒。我们刚万花筒里面，我们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哦，它那个图案一直变，一直变。那怎么变，它也没有离开这个万花筒啊，都是在这个万花筒里面呢、啊。啊，这个万花筒啊，就好比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，我们这个六道法界、四圣法界啊。 这个十法界千变万化啊，这些都是在变的啊。那么怎么变，也没有离开自信清净原明体啊。自信在不起心动念的时候，本自具足。 啊，他就停下来了。那自信呢？他如果起心动念，他就能生万法啊，他就生出来。啊，这个里面呢、啊，有隐有显，隐显不恶。啊。所以隐不能说它无啊，不能说它没有啊。所以佛法讲的空啊，不是没有那个空。 那他不显啊，不是无显，不能说他有啊。如果你认为这是真有，那那也不对了啊，因为这个有是幻有，不是真有啊。自信才是真的啊，相是假的啦，性是真的。 啊，那个相是从那个性生出来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,啊！这个《金刚经》这个经文经句啊，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常常听，啊，甚至不学佛的人，他也听过。 啊，《金刚经》很有名啊，因为六祖啊是从《金刚经》误入的，啊，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啊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当下大彻大悟。那么，《金刚经》这个经文呐、啊，那、啊、非常非常重要。 你看呐、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！啊，不要迷在那个相上面啊，因为那是虚妄的啦。好的不好的，通通是虚妄啊！啊，不要去执着了，不要去分别啊！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！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啦。 在唯识学里面呢、啊，列出九十四种有为法啊，包括精神物质的啊，包括呢不相应刑法、抽象概念的，那都不是真的，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，是《金刚经》讲的如梦幻泡影啊啊，所以那个有不是真有啊，凡所相这是虚妄的呢 都是妄想啊！你不要把它当真了。我们现在问题就迷在相了，见不到性。《金刚经》讲着了相，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都是虚幻。 除染不垢，修治不净，故应自性清净。啊，然就是污染了、啊，然就是六道啊，六道是最严重的污染，那才会变出六道轮回嘛。啊，我们迷了，我们在六道时间很久，出不去。 啊，总在六道生死流转，搞生死轮回。啊，我们无始劫以来都都是在六道，大错特错。觉悟的人不再搞了，啊，搞这个就就没意思了，啊，没有意义了。啊，他觉悟了，觉悟了呢，他多么悠闲自在。 觉悟了，就则大解脱、大自在了。那么觉悟的人，他是自信圆明体。那我们也是啊，啊，我们现在是凡夫，我们也是有自信清净圆明体，跟他没有两样啊。那差别在哪里？呢？觉悟的人啊，他能放下，我们就是放不下。 所以我们凡夫跟活菩萨差别就在这里啊，活菩萨全部放下，我们就放不下，啊，就就搞六道生死轮回。佛活菩萨他们硬化在十法界，不沾染一丝毫的染污啊，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。我们落在轮回时间很久。 现在努力在修行，我们的修行对于自信来讲，实在讲是不相干的事啊！所以修智不净，你修行他就会清净吗？哪有这回事情？我们修的是什么？你要知道，修的不是真心。 修的是妄心，妄心就是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要把它修正过来。实在说，把这些错误的东西放下，就是放下呢，我们的自信清净圆明体就出现。不放下，它就隐藏。 啊，隐藏在哪里呢？在一切幻象里面，它藏在这个虚妄相里面。啊，所以自信呢，除染不够。你在迷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它也没受到污染。你回归自信了、啊，啊，它本来就清净啊。 啊，不是因为你修了它才清净啊，它本来就清净。啊，我们把自性清净原明体比喻做电视的屏幕啊，电视这个荧幕啊，我们敬老和尚用这个比喻，现代人比较好懂，比较好理解。啊，这个电视荧幕它能生万法啦、啊。 我们把这个自信啊，比作电视频道打开啊，那么它就出现这些哦，森罗万象的影像出来啊。我们看影像的时候，往往是把屏幕给忘掉了。那屏幕它什么都没有啊，我们看电视看得很热闹。 啊，里面演这个电影啊，有好人、有坏人在里面打来打去的啊，啊，有种种种种的啊，那、啊、这些千差万别的像啊，其实那个屏幕丝毫不沾染，它一丝毫也没有没有受到污染。 屏幕里面显出色相是染污不清净啊，那是幻象。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哎，那个屏幕那个像不是真的啦啊，那幻象，所以它现出很污染，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幻象啊。现出很清净的那也是幻象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 啊，污染的像、清净的像，通通是妄相，幻所相皆是希望。那真的呢？真的是屏幕因为这个像都从哪里出现？从那个电视那个屏幕从那里出来的啊。现象无论是什么现象出来，这个电视的荧幕啊，它并没有受到污染。 啊，电视这个画面出来啊，啊，现出一些污染的事情。那你去摸一摸那个屏幕，那它有没有受到污染？没有啊。如何保持我们的心永远像屏幕啊？那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就要像那个电视屏幕一样啊。 啊，永远像屏幕啊，没有污染，不受污染。实在讲啊，那是真心，那是本来有的。只要你不着相，就没事了。我们今天着了相，那我们就是迷在那个相里面了啊，在这个相里面呢、啊、起妄想分别执着啊，问题出在这里。 我们还用这个比喻：一个真正修行人心地清净的，我们把电视打开让他看，他看了半天，你问他，他看到什么？啊，他告诉你什么都没看到。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他讲的是真话了。迷惑的人。 你问他看到什么？啊，他会把电视情节啊，样样讲给你听。啊，他全是幻象，他看到生灭法。啊，你看这个画面不是一直在变吗？那屏幕是不生不灭、不果不净。我们。 明白这个道理呀、啊，用这个道理去看电视，那你看电视就在修行了，在修止观啦，修《大方广佛法严经》啊，每天看电视会开悟，慢慢就看成佛了啊。所以这个关键在哪里？要会看，用什么心去看 啊，如果用《金刚经》啊、呃、这一期经文去看，凡说我这样就是虚妄，你不要迷在那个相。好是幻相，不好也是幻相。啊，我们心不起心动念分之，分别执着，那这样看就成佛啦。所以看电视啊，它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呐、啊。 啊，这过去呀、啊，家师敬老和尚啊，这个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，那个图书馆呢、啊，都是印经书啦、佛像啦，啊，这些在流通结缘的。啊，有一次啊，我们师傅上人呐、啊，就叫我去印呐、啊，啊，透明的贴纸。 啊，小小的，啊，圆的，啊，大概这么大，啊，那不是很大，啊，但是要印透明的，那字是红的，红色的。那么把《金刚经》这个经文呐、啊，凡所向皆是希望，啊，那这个。 两行字印在这个圆圆的啊一个贴纸，透明的啊，还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那这个印了啊、呃、不少哦，那个印了一叠啊，印了不少。 啊，那那我就请问师傅啦，那这个印这个要做什么用啊？啊，那师傅就说了，那个跟同修结缘呢、啊？啊，这个送给他们了，贴在电视机的荧幕啊角落，啊，不影响画面，啊，贴在，呃，贴在右边或左边啊。 贴一张，啊，或者贴在右上角、左上角都可以，啊，不影响它整个电视的画面，啊，因为它是透明的，啊，但是当你打开电视啊，那个字就很明显看到啊，那什么作用呢？就提醒同修啊，你看电视的时候啊，就是要。 修观了啊,啊，就要看到《金刚经》讲的经文了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哎，那相都是假的啦。那你不要被这个电视里面的、啊、这些节目内容啊迷惑了，不要去执着那个相了啊,啊，不然那个电视啊演的哭了你也跟着哭，笑你也跟着笑，都被他转了，着相了。 迷在上面了啊,啊！所以你要看怎么看呢？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啊！那这样看，真的就看开悟了，会成佛了。那你用看电视这个道理，你在看现前所有我们整个人生。 那不都是跟看电视一样吗？啊，都是幻象啊，都不是真的、啊，就成佛了。所以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佛法不是定法。啊、这个《金刚经》讲。 佛无有定法可说，没有一定的啊，这个法呢是千变万化的啊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你看电视也是一个法门啊，啊，但是你要会看呐、啊，那不会看就就不是了啊，所以你要这么看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取相，如如不动。 看电视当中啊，起观照功夫，那就是在修行了啊。所以这样看电视啊，会开悟啊。所以看电视也是其中一个法门呐、啊。啊，门门通大道，门门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啊。我们六根就接触六层境界啊。 都能达到明心见性。你看任连轻讲二十五圆通啊，六根六事六尘啊，这个七大啊，也就是我们整个生活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，都可以启发我们回归自信啊。所以中门大德看念学人啊，会么？这关键是在会不会啊？ 看电视会看的，他成佛了；那不会看的呢，迷在里面，起心动念，造业受报了。不苟不净，故名自性清净。自性啊，啊，没有污染啊。那当然你也说不上清净嘛。啊，这心经我们常念啊，不苟不净啊，不增不减啊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啊，所以叫自性清净啊！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：性体变造，无有不足，故曰圆明啊,啊！性体它是变造的啊，变一切处，无所不在啊，到处都有。 无有不足啊，故曰严明啊。自信本来是严明，本来是清净。变照是智慧，智慧在哪里啊？变法界虚空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为什么？我们的性体是变法界虚空界，法界虚空界是从性体变现出来的。 啊，这个十法界，我们看到整个太虚空啊，整个宇宙，从哪里出来的啊？啊，从我们的自信那个性体呀、啊，这个本体变现出来的。楞严经上佛把我们的自信啊，比喻作虚空啊，这就用比喻了。 宇宙万法像虚空中的一片云彩啊！我们看到整个太虚空啊，没有边际。那这些宇宙万法呢，就如同啊，太虚空当中一片的云彩啊！你看哪一个大？那整个虚空是自己，云彩是自己变现出来的假东西，不是真的。 这个是用比喻了啊！但楞严经上啊，佛就给我们讲自信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虚空啊，这些宇宙万万象，像虚空的云彩，哎，大家去想象这个味道，自信多大啊！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了，变就是周变了，它没有边际的了。 啊，没有一个范围的，所以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无处不在、无时不在啊，这个叫圆明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，好好去去体会啊，体会到这个。 自信也明体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如果你体会的少分呐、啊，那就法味无穷了啊。但如果不断的深入啊啊，那真的是法喜充满啊，德未曾有啊啊。这个是我们学这个还莲观。 能够啊，慢慢的、啊、去体会我们的自信啊，真正体会了啊，真的是华气充满啊，这一点不假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。那下面这一段呢，我们就下次再继续来学习。 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